情纠纷。早上八点多，身穿绿衣的张姓男子停好车，这时他右手拿着一把长长刀械走进骑楼，他打了通电话。没多久，情敌出现，他拿着刀械追砍。被害人的爸爸急着拉人，就看他亮灯，然后就追过去，然后我们就赶快进来，又有小孩子在那边接送，我们要为小孩子安全。被吓到了。对，嫌犯不顾被害人的父亲劝阻，挥刀砍伤被害人背部两刀，林男只能拔腿狂奔，在大马路上逃命。而嫌犯持刀一路追，被害人的爸爸急着报案，并骑车追上前，看到儿子立刻把人载上车。林姓男子被砍伤之后呢，他爸爸骑摩托车载他直接来土城的金城所报案求救。林姓男子背部两处刀伤被紧急送医，而事发现场骑楼还留有血迹。双方有什么纠纷？原来全为了一名女子。持刀男不甘心被分手，与前女友的现任电话中好几次互呛。礼拜一早约被害人到网咖店外谈判，嫌犯被刀伤人。经了解，张贤与林兰因感情纠纷产生嫌隙，故持西瓜刀砍伤林兰。警方立即巡线调阅监视器，于一小时内将张贤带回厘清案情。警方一小时内逮捕了挥刀伤人的醋男，他对已经失去的感情放不下，挥刀伤人，和前女友不止感情回不去了，连朋友的情谊都难以维系。三立新闻王一雄。